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？你就像那一只蝴蝶，飞进我的舱口。中午下班吃饭呢，再吃饭去吧，伙计。干饭，干饭，小伙给睡着哟，可忙了，今早还没喝水。哎呀，兄弟伙他们都切得了。我问看，川少在屋头吃饭没有？干聊个视频看。没吃啊，对。啊，川少在屋头还没吃饭，他还要等一会儿。我才下班喽，才吃饭喽，还等不起呀、啊？哪个等不起呀、啊？放光啊？是哪个回事啊？大一点声就是，看看屁股黑。好，关了你，先吃饭。耶，我炒的啥子菜？今早晨。哟。我给你炒的是炒哪个？哦，番茄炒西红柿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一下哈，今天中午就吃番茄哦，番茄炒蛋，我也说错了。天天都是早晨，川少起来给我煮饭哈，四点多钟就起来给我煮饭、炒菜那些。啊、嗯，我来倒，我那个桌子是小的，今天中午那个。别怕腰啊，给我倒起来。嘿，番茄炒蛋弄大一盅点哈，够了。哦，还有个黄瓜老师，切个背似的。我要带你啃黄瓜呀，来，大家啃黄瓜，新鲜黄瓜哟。嗯。嗯，今天就是啊，看嘛，这个活路衣裳裤子打是完的，我把手机放在前面哈，跟大家一起聊，看嘛，以前川少在工地上跟我一起吃饭，还有感觉些，现在他没在工地上的呀，现在我都是一个人吃饭，还没得起到那个，你还没吃饭的啊？我在炒菜。哦，大家看。川少炒的番茄炒蛋哈，又是个番茄炒西红柿了。嗯，好姐，那番茄太酸了，有点酸的啊，酸甜酸甜的。番茄肯定有点酸涩。嗯，大家看看，川少在做啥子？以前在工地上，哥两个一起吃饭，还有说有笑的。有时候他还多于我两句，哈哈哈。给你对了。啊。我今天的热哟，多会儿睡啊？就是热的很呐，这个活路看嘛，衣裳裤子都打湿完，啊。看嘛，我坐在这里，看小说，这还是不是跟你？你还在看小说？又在看小说？把饭煮起切掉打吧，啊，你看。川少他那几天在屋头耍哈，他就看小说那些，洗衣服啊，早晨给我煮饭那些，家里的卫生那些都是他整好。你说啥子？啊？我怎么就看不到你呢？哪看不到？哪看得到？我猜了个方向，猜了个方向啊，啊，啊，换了个镜头。啊、哦，那个拍视频的那儿呢都不晓得。第一那个说的有些过分了。嗯。
切得完就不休息了哈，马上接着干，早干完嘛就早下班，晚干完就晚下班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哈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